本来想扶着老板进公司，没想到还被人嫌弃了。哎，嗨，早上好。哎，一想你工资条，谢谢啊。哎，嗯，十发富二代，我操！ 这是拿我当冤种了。不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这工资什么情况啊？你天天不是给员工看手相，你就是迟到早退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不是，我出勤21天，我还给公司200，我这不更白活还搭200吗？那没办法。你逼我的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告诉所有员工，你尿我身上的事儿？有什么话是不能好好说的呀？哼，那你说怎么说呀？ 这样吧，我一天给你100，你当我的贴身助理吧。我100，少500不行啊。200，300，一人退一步。行，成交。嘿，行，老板，滚出去。哦，好嘞。哼，哼，水来了，水来了，老板。嗯。哎，哎，你去把那个垃圾倒了。我。 真无语了，家人们，这垃圾还没满呢。那你过来给我拧拧脚吧，我脚疼。好嘞，怎么样，老板，舒服点没？还行吧。哎，我去，真不拿我当人啊！陈一凡，他怎么了？他天天上班迟到早退，没事还调戏女员工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让他去扫厕所吧。他去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不在我组里。 行，老板，啊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，行。这不完了吗，家人们？不是，你真让我去扫厕所呀？我觉得你挺适合干这个的呀。